1月11号在高雄展览馆隆重登场，要为所有南台湾的车迷朋友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享受。在展出期间呢，高雄新车大展还特别的举办了最赞香车美人 No.1 的投票活动，在现场呢会有相当多的人气女模要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取车迷朋友手上宝贵的一票。展后呢，得票数最高票的 No.1 当中，我们会选出一位系列的来宾，可以获得苹果的 iPad Air 2一台。另外呢，还有赏车好礼，观展抽 iPhone 6S 的活动，只要凭着票券上的摸彩联，还有机会可以抽到 iPhone 6S 新台。2016台春新年第一届高雄新车大展即将是高雄南台湾最佳的周末去处，不管是要赏车还是赏美女，还是要来享有车商的优惠，都是最佳的时机。